千吨牛肉汤的所有食材。洋葱番茄先铺底，将穿烫过的牛尾牛杂下锅，倒入切好的萝卜块，蒜粒葱白姜片月桂叶下锅，将食材稍微摊平，加入米酒100cc，0.5大匙黑胡椒粒，注入1500cc的水，盖上压力锅锅盖，将锅盖旋紧锁上，开中小火加热，将调整阀调至刻度2，红色安全阀上升，压力指示阀上升后，转小火计时15分钟，熄火后指示阀先下降。在压力阀完全下降后，打开压力锅锅盖，加入黑胡椒粉、盐各调味，